跟那个你的粉丝握一下蛋。今天带着大哥来打卡了一家延吉特别好吃的韩餐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点了什么。瀑布蓉延吉，淋上芝士再浇上奶，这个奶香味真的绝了。南瓜排骨，这个是粉丝送的，这道菜的名字特别有意思，叫随便。这个是韩剧同款的牛排炸酱面，这个是云朵炒饭。好多芝士啊，面是我的，牛排是陈娜的。这个瀑布蓉延吉特别好吃，鸡肉嫩嫩的。那尝一下这个面包，面包吃起来就是奶香奶香的，太好吃了吧！这个排骨特别嫩，而且一点都不咸，所以大哥还是可以浅尝一口的。就是甜面甜面的这个南瓜，对，好吃吗，大大？这个。跟那个你的粉丝握一下蛋，等我。哎，那个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。我要那个。对，给个面子。我要跟你握个手。跟美女姐姐握一下，不是跟我，跟姐姐。快快快！哎，哎呀，握一下，握一下。你不是要跟我，你。咱俩拍一个照片，大家再拍一个，大二的，过来拍，大胆跟姐姐握一下。大二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嗯，快过来吧。你过来吧，没有小姐姐摸你了。